你听说过有种病，其中成分类似于鸦片，是一种剧毒。咱们要想在广东立足，那就必须要打败他这个广东第一。我有一个办法，能让广东从此只有北钱五百，再无保之力。你在查理下了什么催命药？现在这个时局不是你能左右的。这一切事件是和洋人有关。杀了他们！中国人是绝对不会屈服的。